刚才跟副主席聊了些什么？月亮，知道我决心。大半夜，古董亲自过桥，来到小金门烈屿，跟柯文哲海边浪漫散步。古董有没有水舞？没水舞。我们现在是平民一届，平民。是否郭柯合作没对外说，两个大男人坐在长凳上，远望对面的厦门 ，Man's Talk Talk， 夜游诉说心声，两人彼此未来。我不求任何的职位，我只希望，能够为人民的这个将来、年轻的未来有所贡献。国民党选择征召侯友宜之后的首度表态，郭台铭不再甩态，为人民做点事情。这是我莫大的荣幸，我不必追求任何的名位。心中念想的是2300万人民，似乎也是借机喊话蓝营。郭董来到金门军事第一线，把握机会传达理念。我主张组成跨党派、跨族群、跨世代的谈判团队，不需要任何第三方介入。要谈多久就谈多久。说到谈判，当然得发挥总裁专业。郭董出席企业家青年座谈会，不只讲国防，也谈创业。那你对于我们这种地方青年创业有没有什么建议或鼓励？第一个，你要觉得谦虚，弯下腰来。就我说你的体弱，你弯不下腰来，你要减肥，给弯下腰来。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，就看谁能主动给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职位。TVBS 新闻崔仲勋、叶峰伟金门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